那么说真恭喜啦吼，来要退休啊！啊，我特别对你印象足深，当然真济啦吼。啊，即我提起两点，头先是讲一个咱新礼拜两个建堂的时光顶面啦吼。啊，会当甲你做同工，即也即个福气吼，会当伫上帝工的顶面，会当做伙来去做。啊，当然有济建堂委员的配合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希望伫拄着济济的即个艰难，即个阻挡。都是咱也通完成，这对每一个来讲，拢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哈。啊，我想着祝福咱，纪念咱所做哈。第二项就是，你对各团体拢有真关心啦吼。啊，信徒队员特别有这个感觉哈。所以，当年这个圣诞节在练习怪的时阵，大家拢练到真辛苦。啊，练了煞对二楼落来时阵呢，啊，拢看到真济柑仔伫遐吼，碰柑啦，大家讲啊，这是。牧师呢，你搁买买来为了这个生活地方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大家嘛呢真温暖吼，真感觉真有贴心啦吼。啊，记得嘛拢，会记得嘛做去澳门南部的教会吼，像中英中二啦吼，啊是迄个太平洋教会，吼啊是主牧师的大同教会，啊，都有真好联谊吼，真好的这个献唱。但你只要要退休啊，啊要休困啦吼。就是传统音乐时间无休困啦哈，啊，我想对观众着祝福你身体健康，啊，有喜乐的心情。以后呢，较就等下咱教会做伙来礼拜，大家咱做伙三见面，哦，多谢。